金乡元宝地查报人员打入金崇路，平常除了查查土地利用有违法之外，有时还必须法庭出庭作证。过去还曾因为土地举发问题，遭受地方势力施压，被请到乡代会说明，遭受不友善对待，甚至遭受乡民代表会搁置薪资流程，以致延后发放，因此公所只能以暂代方式处理。你曾经被代表会拿被丢脸是不是？过去可能是情绪上了，代表会可能也是他们是地方村民的请托了，可能有也有一些对我们公所不满，或是在作业上，或在什么？他丢脸是针对你了，是不是？哎，应该差不多。是因为代表他们要充分了解到我们的计划的执行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这部分我们会，如果说真的有超过那个时间，我会马上跟代表会去做协调，看看协调跟给他们充分了解我们的计划内容是什么，这样。最少有时候会到3个月。3个月左右了。对此，乡民代表李国元回应：的确曾听闻有搁置薪水一事，但经查，今年度查报员薪水都已经顺利发放。至于过去曾发生薪水搁置情况，会在下个会期提出检讨改进。今年度的部分已经有给他领了。如果在下一次的会期上，我在代表会我会提出来讨论哈。因为这个，我们如果代表要这样做的话，我觉得也不太适当了。应该是代表会应该是还不至于这样了。如果是这样做的话，我会提出来，跟主席他们跟其他的代表来做一个检讨改进。新乡公所乡长特助认为，担任查报人员，经常调查元宝地违法使用情形，遭遇地方势力干扰，压力相当大。他提出建议，认为这个职务应该要那边在县级或中央单位，才不致影响个人薪资发放权益。他领的是原民会的薪资，那当然最好是他的编制是纳到原民会，那如果说因为原民会在台北，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纳到原民局，然后他来行使他应该做的工作。我认为是我们原住民真的要觉醒，我们不要受到利益上的影响而影响到我们的保留地或是我们乡内的行政诉讼。我就是希望，有几个三地乡跟我一样办这个违规的利用的人啊，能够秉着这种心。即使身为越雇人员，担任元宝地查报人员的打入金崇路表示，工作压力相当大，但他仍为坚持原住民土地争议理念继续做下去，更希望相关单位能够保障站在第一线处理土地争议人员的工作权利，甚至人身安全。原视新闻马杜好了，南投县里采访报道。